经在桃园国际机场向机长及全体空服员感谢您搭乘，并祝您旅途愉快。你好，欢迎来到台湾。护照好了，欢迎回家。蒋院长在听完简报后，详细的回询了工程的进度以及将来使用。今天的设计规划可以说是不计标准。这个东西无线电一拿，一眼就顶，不是落地就几十万台币。1960年代，台北的天空逐渐拥挤，当时台湾唯一的国际机场在忙碌中露出压抑许久的疲态。当初设计就不是要做这个一个甲类的国际机场了，它不够格，所以机场的地下也受不了这个重压，飞机那个747那个重量压压压哟，那个就压下去了，那跑到弯弯曲曲起起伏伏的呀。中山机场是这样子的呀。时代巨轮的压力太过沉重，这个日据时期就存在的老机场终于不堪负荷。没有人相信离台北40公里的僻静乡下会成为日后的国际机场。当年要说过，总部有1000多位地主，房子有1500栋，坟墓有5000户，还有那个工厂14家工厂，全部给他15个月，全部一次就解决了，不容易啊。往来穿梭的怪兽在夷为平地的农田与水塘写下台湾的神话。在我们这个桃园地区有很多像就所谓的水池池塘啊，那池塘因为它深度有时候到6-7公尺，那这个部分整地就比较麻烦，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6-7公尺下面的淤泥哈，通通要把它清除掉，然后清除掉换土，换比较好土，每一层30公分回填，填平以后，然后洒水再滚压，一层层的铺上来。征收整地才刚结束，遇上了能源危机，当时财政困难的台湾无力大兴土木，机场工程被迫喊停。好多工业都定了，我说我们要便宜点钱。所以毛相就一定用这一点的这个一点等于是一个技巧，说哎，今天违约，因为他赔多少钱，那还不如把这个钱，对不对，就做下去算了，再讲。困境中看似破釜沉舟的魄力，其实也是当时不得不然的赌注。我们还借了3670万美金呢，啊，好几亿台币哦，你知道吧？好多亿台币啊，这个案就是。经过进出口银行向美国银行贷款，那我还陪着毛局长到美国去，啊，向这个进出口银行做简报。大笔举债的投资掺着几许不安与怀疑，毕竟没人知道这项赌注是输是赢。阳光下的桃园机场开朗而明亮，尤其他头顶的那道微笑曲线，在神秘中透着一股迷人的魅力。屋顶是完全是用3公尺见方的玉做围炉板块，每一块是3.5吨，总共有1288块。钢索这样吊起来，这样啊，就跟吊桥一样，想象就是吊桥，这样吊起来，这样
然后那十四根嘛，然后那盖着这个就这样沿着这样排下去了。哇，如果那时候这样子，你们不怕中间就是垮下来？因为这样子会哦，它在施工期间都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在拉淤泥的时候，人都要走开，不要在现场，很危险。聘不起外籍工程师的团队，采用了最难最新的建筑工法，要让全世界刮目相看。8000名劳工不分寒暑，在一片没有颜色的大地接力赶工，日夜相伴的是机械不曾停歇的轰隆声响，以及无处可逃的滚滚狂沙。冬天的东北风就东北风吹过来，夏天西南风就从西南风吹来，那一般风速都很大的时候，它也是会这样情况。所以我们在现况施工的时候，我们都要戴安全帽，戴风镜，然后那有时候戴口罩，然后这样才能去推动我们的建设，否则根本就看不见呢。行政院蒋院长今天上午8:40到正在施工中的桃园国际机场巡视。第一次来是65年的11月28号来的，那是冬天呢、他说我记得他是还蛮严肃的，他还蛮严肃的。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精神。对，我傻里傻气的给他笑一笑。屡次视察工地的蒋经国忧心台湾日渐险峻的环境，他特别指示机场以坚固实用为主，不必讲究美观。他说我们可以用啊，就好啊，像大理石，我们可以采购大理进口大理石啊，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金门有大理石，我们就采用金门大理石嘛。所以他们中国机场的大理石不是很美观，黑黑白白的，有时候对。他说很好啊，耐用就好啊。历经7年的寒冬酷暑，第一个国人自行设计新建的国际机场已经完成93%。桃园国际机场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要准备在明年1月正式启用。那么今天呢，就华航的一班707的飞机要在这儿试航。机场塔台采用了最新的控制仪器，可以同时指挥两架飞机。今天飞机降落以后，又再度按照指示起飞，圆满地完成了第一次的试飞工作。毛局长，刚才您已经看到这个飞机的降落以及起飞，您觉得今天试飞的情况是不是很满意？今天的设备情况可以说是国际标准，一切的设备啊，一切的机盖的东西能够通通试好的话，就年底完了就可以开工了。今天大家心都非常沉重。就在新机场正式开航前2个月，当初那个金元新建的坚实友邦选择离去，留下台湾在暗夜中逆风独行。贵县多位海外侨胞今天上午冒着风雨到桃园国际机场。即将落成的机场成了一种符号，代表着那风雨中未曾被摧毁的信心。新机场的诞生令人满心期待，为此电视台请出红牌明星带民众掌握工程进度，省政府更特别添购了58辆冷气中心号。这边是台汽客运的总站，那旅客都是到这边来买票，然后购票以后呢，然后这个台汽客运的车子的车站就它的车子发车就是倒车进到车库去，然后旅客上车以后呢，就顺这条路呢走高速公路就到我们的桃园。机场启用前2天开放民众参观，长长的人龙车阵，朝圣般的缓缓挪向国际机场。哇，那是真是天下大乱！参观的人啊，应该就是50万人，就把那个篱笆那副那个铁篱笆的给你推倒。